选。这样摔下来会不会裂开啊？哦，差一点。温暖。有了。哎，温暖的，它有上挡板。哎，它可以吸哎、欸。对啊。吸上来。哦。他刚好那个抽屉那有个坎，那个后台捏头，他这个脚好像不能吸，那个脚才能吸，有机会。对。这个脚，就来这个脚会拖，这一面会拖。哦，他拖。哇，这样不会拖。看起来了。这跌倒有机会。哇，他算好了吧？有机会，多少钱？拿150左右。拿一个大耳狗，那正版的，雷标哎。走吧，灿烂，灿烂。哎呦！人家看影片都想说我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多夸张的人。我。哎呦，看起来哎，喂，要挡吗？直接正面对决。哎，刚刚一直转左。我们刚刚讲完了大耳狗的合集，看到这里又有一台又摆三丽鸥的，就来夹一下。刚出了一个 Hello Kitty， 哇，回去了。这应该是化妆包吗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我们这一件就夹了两样，盒子跟收纳盒，好吧？哈哈，有很赚吧？鱼竿有加盖，被鱼竿有加盖垫的。鱼竿有加盖。废靴，这是那个滚毛的，滚毛的，滚毛的，哦哟，滚毛三风台，但是你刚刚那个名叫废靴，要啊，这有一次可以滚啊，没有，这还要吗？我不用啊，家里有可以替换的，一只就好，啊，一只就好。所以我小时候吃，
那个盖子特别难开。知道吗？可以啊。火虫之墓水果糖。哎呦！他没有给袋子。薛娜一定要剪进去吗？不要了，这个成本给小的。我觉得那个会哭吗？不是三不气儿啊，人鱼。人鱼，你要人鱼啊？没有啊，都可以啊，随便一只。哦。为什么音乐都要开这么大声呢、啊？哎、欸。是吗？没有可以带一下？要吗？不要了。还是要鸡？还是要人鱼？人鱼会出、哦？人鱼会出、哦。看起来有点像人鱼汉顿，又不是很像人鱼汉顿。哦。你可以一次拿两个吗？用我包月。哎。有点动吗？它会动吗？它转呢。等一下，它走一下。等下被走走摔下来。不错哎，是这种绚烂的感觉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觉得应该不一定哎，可以打开看看。我们今天在庙口总共夹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夹了八样，没有袋子。因为下雨不好拿，我们想说看刚打开那行李箱，可以里面空了可以装。哎、欸，这个袋子就可以装啊！它封死了。对啊，封死。哦，是哦。会不要？嗯。哎，我说我居然可以放，哎、欸，刚刚好哎。完全刚刚好，真缺了。那我们今天宣台就到这边，拜拜。